零失误，好安心，智能厨房也能做出五星级料理。哦呦，这么大片的梅花猪肉啦，而且呢有用那个蜜汁烤过它，好香。外送狂卖1.5万个，现煎牛排、龙虾便当吃过吗？嗯，整个鲜味爆炸开来，好喝又好拍，饮料界的百万网红，不喝怎么对得起自己？感觉起来就像自带滤镜一样，黑当当。仔细看哦，有一点一点的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里面还打入了食用。洗手，少接触，不乱走。欢迎收看下班工放吧。Hello， 我是阿肥。最近啊，肺炎病毒肆虐哦，大家要尽量乖乖待在家里，不要乱走。哎，可是有时候啊，想吃美食，想发 IG 美照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今天呢，小肥就要推荐大家几间可以外送，而且又是高颜值的美食，让你在家就可以享受既安全又卫生，还可以洗版 IG 的热门美食。今天大家洗手了没？这一波疫情真的影响很大，对平时爱拍食物美照的阿肥来说，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不过不能出门，想吃美食也没关系，吃货阿肥不配播。嗯，说到外送美食哦，阿肥我可是内行的啦。你们看，我搜寻到这一家，哦，每一个便当菜色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不过呢，有时候照片跟现实是会有差距的，叫来试试看就知道咯。哦，怎么这么快啊？说来就来耶！我刚刚点了一个炙烧蜜汁梅花粥，嘿，跟照片上几乎一模一样耶！这么大片的梅花猪肉啦，而且呢有用那个蜜汁去烤过它，好香！甜甜的酱汁配上呢非常新鲜的猪肉，吃起来呢不但的有一点点的嚼劲，而且呢它是属于瘦肉比较多的肉。所以非常适合上班族跟年轻妹妹来吃哎，哦呦，它的配菜也很有诚意，有3到5种的青菜耶。再来要吃一口它的米饭了，他们家的米饭啊，用的可是花东冠军米，而且他们米呢是有选过的，是跟花东的一些呢气作农田特地买来的，然后呢研发出自己的特殊品牌。整个便当呢，从这个主餐的部分，然后呢到配菜的部分。到米的地方都很用心，那你们知道吗？这么美味的便当，可是用电脑煮的哦。啊，你不相信用电脑煮的？不然你问问看便当店的经理就知道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便当工厂的经理，我叫小芬。这个品牌呢，目前到现在创立第3年。那其实前3年呢，我们一直在追求品质要稳定，因为人的关系，常常因为情绪或是可能他今天有一些新的刺激，他可能有一些新的做法，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品质稳定的产品。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在文湖街这边有一个新的店面，刚好呢在这个阶段遇到疫情，然后我们推出这样子的机器，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就会减少大量接触食材的机会。这个机器我们所推出的就是少油少添加物，然后无明火，我们还推出了汉方养生药膳系列，这个东西都是有经过营养师然后医学博士来帮我们背书。基本上我们的便当呢是4大运指定的便当，筹划二代店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找了很多很多的餐盒呢它是纸纤纤维的，所以它是可以被分解的。那我觉得呢，一个公司啊，一个企业到了一个程度，我觉得就是它必须要回馈社会，然后我们也必须要成为是一个品牌一个企业的一个标杆，让消费者他可以吃到稳定的产品以外，然后还可以兼顾到他的健康。对啦，刚刚经理讲的哦，你们有没有在听？用机器煮的便当哦，多一层安全感呐、啊，所以呢，让你吃美味又可以享受这个安心感哦，太感人了吧！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好啦，认真说啦，会让我落泪的哦。其实就是这个黯然销魂鸡腿啦，好过瘾哦！哦，它的鸡腿呢，皮脆脆的哦，然后酱汁呢，甜中带辣，吃起来呢，淡淡。吃完了鸡腿呢，来来来，这个还有这一碗汤哦。哇，这个汤呢，属于浓郁型的药膳汤。你看哦，最棒的地方是这一碗汤里面就有一个药膳包，但是呢，它的中药味，我觉得呢，比一般我们在外面喝到的药膳汤稍微更浓郁一点点。不过呢，味道也很好喝，还可以喝得到那种清爽感，可以一口接一口。那当然，你看哦，
便当店就订了两个便当一件套，嘿嘿，就是要拿来换这些小玩偶的啦。你知道他们便当店啊，很佛系哦，你吃越多就可以积点，积完点数之后呢，就可以换这些玩偶在家陪你了。当然啦，你们讲到这个会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便当店是阿肥开的吗？嗯，是哟，我没有入股哦，也不是业配哦，纯粹呢真心推荐呐、啊。我要继续吃饭了。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你是要惊啥啊？哎呦，无啦，我听说哦，万华有一间幽灵厨房很厉害，我很想吃啊。下面的幽灵厨房，人家早就投胎转世，在内湖有实体店面了哦。哈，啊没有，哎、欸，那他们最厉害的龙虾还有牛排便当还有没有啊？当然有啊。那我们在2016年底的时候，在万华开了第一间外送的空间，然后常常外面会聚集很多司机，所以就有人说，我们是幽灵厨房。但其实我们不只是幽灵厨房，其实我们是一家连锁的集团，我们现在拥有4家门店。那我们总共有15种主餐，都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有来自印度养的龙虾，还有都是来自美国的牛肉。那我们的菜的话，其实都是有很足量、很大朵的青花菜，还有足量30克的秘鲁有机藜麦，可以确保你一个餐盒其实真的可以补充你完整的营养。食物的搭配是坚持健康、少油、少盐、无负担。像我们很多上班族在中午吃完之后，反而会觉得很有精神。原来哦，不在外面吃饭，在家里吃饭也可以这么舒服了。你们看看我的便当，好丰盛哦！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便当里面有龙虾哎，嗯，而且呢，它用焗烤的，很香。哦哦，拔掉直接整块肉。哦。感觉整个鲜味爆炸开来，我真的没有想到那家吃便当可以吃到这么高级的料理跟菜色。那当然啦，他们家菜色呢强调的就是用原型食物，像是番茄啦、玉米笋啊、花椰菜，还有他们的顶级蛋。另外呢，在家好好犒赏自己，怎么可以只有一道主食呢？我又另外多点了一个这个顶级牛小排便当。真的觉得这家店真的太浮夸了，看起来大概是那种5分熟、7分熟的感觉。它这个牛肉啊，是用那种酥肥的做法，要出菜前呢，再把这个表皮稍微煎一下，然后呢，让它的表皮有点脆脆的，但是里面的肉质呢，呈现那种粉嫩粉嫩的颜色哦。那呢，他们的调味也非常简单啊，主厨呢会在前一天呢，把它用橄榄油啊、海盐啊，加一点点黑胡椒下去呢，腌制一个晚上，没有过多的酱汁，只单纯的吃到牛肉的鲜甜味，还有一点点的海盐的盐味而已。它配菜呢也都是像这样子非常丰富，但是呢，阿培还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来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大颗的藜麦哟？因为他们的藜麦呢，采用的是秘鲁的有机藜麦，然后呢撒在这个饭上面。藜麦呢被称作是营养黄金，它的蛋白质呢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呢它还有钙质，是小麦的4倍，所以吃起来呢可以够给空哦。哇、啊，吃了那么多咸食，当然要来点杯饮料啦！身为一个网美，我一定要点 IG 上面最火红的饮料。你好，我们这里有 IG 上最红的饮料哦。啊，手机怎么会跳出一个人在讲话？没错，这里就是十一茶屋，我们有很多饮料都是 IG 上热门的款式哦。哇，也太厉害了吧！每一杯看起来都很好喝的样子，可是我不知道要选哪一杯。那要不要我帮你们推荐我们的玫瑰优格冰沙和小王子星球，这两杯都是热门的款式哦。如果还是难以抉择，我们的皇后伯爵欧蕾可是老饕们最爱的饮品哦。哇，三杯都很吸引人耶，那我三杯都要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为您制作饮料咯。
少女心，感觉起来就像自带滤镜一样，水当当，怎么拍都好美。那这三杯饮料呢，我要先从中间这一杯开始下手啦。粉红色的忍不住一直吸引到我的目光，上面这个是最天然的火龙果的汁做成的珍珠，好清爽哦。它的优格里面带着淡淡的清甜的这个玫瑰香气，他们除了呢是用玫瑰花茶当基底，还有优格当基底之外，里面还打入了食用玫瑰。仔细看哦，有一点一点的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香气哦，特别的甜，特别的香，哇，喝起来好像小女人的感觉哦。另外这一款，你们看它的颜色啦，渐层的真的无敌美哦。好好喝哎，这个饮料好有质感哦。它的饮料的口味就跟它的名称一样，小王子星球，具有一种魔力，会把你往这里吸引过去。不仅它的颜色美，让你呢眼睛呢离不开它，它的味道呢也是一流的，神丁啊神丁，你喝起来呢就很像小王子在 B612 星球一样，守护着玫瑰花的那种感觉。还有里面呢，仔细看哦，它搭配的呢是这种彩色的粉圆珍珠，而且呢里面还加了一些些的芦荟，所以吃起来呢清爽度跟甜度很棒。哎，我还点了另外这一个皇后伯爵欧蕾，它的伯爵茶的茶韵呢，加上它鲜奶的香浓，两个碰撞出来呢，口味刚刚好，有浓有香，然后呢，再加上它的珍珠，它的珍珠真的很棒哎，即使是放在冰瓶里面哦，那甜度还是在，而且你吃下去呢，没有过多的甜分，喝下去不会有负担。这家饮料店呢，不止长得漂亮，而且呢还很贴心哦。他们呢、只要防疫期间出示医务人员出示他的证件，就可以享用打90%的优惠哦。当然了，也因为是防疫期间，所以现在很多店家呢都推出了高 CP 值的、高颜值的防疫美食，也有外送服务啦，可以让你在家呢吃得安心又健康。原来宅在家好处这么多，我可以一直吃一直喝。对，好想放。小肥，你家里也太多样化了。嘿，对对对。我看我三个家都不一样。哎，这个是我的小角落，平常时候呢，你看我的车钥匙就放在这边嘛。啊，这边也可以转一下这个冷气啦，吼。那当然啦、如果你们在家呢，有一边可以防疫呢，又有呢很棒的高CP级美食的话，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们哦。